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？教我们来一下下好不好？好想跳磨豆浆的部分，然后整齐。你刚刚说学最久是这个是不是？就是从左到右，然后右到左，右到左。对，然后身体就有点，就是哎，这怎么教啊？一个律动，左一个律左上，然后就是。这样子的感觉，哦、就是身体绕圈圈。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哦，对，然后绕一圈，然后嘞，后面是这样吗？不是、啊。哒哒哒！怎么我们比你还熟啊？发生什么事、啊欸？对，然后我们超熟的，那么多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啊，我们好像比较熟一点。左边先，好，左边先吧。左边像跑步一样，跑步一样，然后跨过去，然后再换左，右边跑步，然后跨过去。然后你要男生的话，好像是我们就要选女生的，把我们当女生就是要选女生，就拍屁股，拍屁股，拍另外一边的腰，然后拍屁股，然后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哈哈哈！然后不是转圈圈，拍拍拍，然后抬头，抬头，对，然后转圈圈，转圈圈，绕绕绕，我都不会数拍子哎，然后绕绕绕，绕绕拍拍拍，对，然后双手左右交叉，打开，打开，然后这样子，哎肩膀中肩膀，耸肩是不是？动头，动头，耸肩动头，哦。就这样。你看有音乐吗？音乐吗？教舞好难哦、喔。我们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找一下音乐，我们现场来一下。要不要那边找一下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就要跳给你们看。对啊。好。靓仔跳靓仔，有没有看过？假如你们下次，你下次有要表演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当 dancer。真的吗？对，可以。这么好。然后他在女生那一组，我男生那一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很爱跳女舞吗？我们不是一起学的女生的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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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All right， 可以。All right。哎，这 MV 真的拍得很好哎。谢谢。对啊。超酷的。哦，好帅！那从那边吧。对，我们要直接从中间那段副歌开始。对，副歌就好了，不要那么为难我们，好吗？最难的那个地方。对啊。还没。乱 Q。这不是废话。好，已经开始好累了。好了，快来。来了。哎，先往左，对不对？多，真有一个适合你。啊，我做的好像。哎，你们很会哎！最后有是不是？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Yeah man，Yeah man， 上台演出了 ，Yeah 上演，上演，我们上演，让新娘来找我们跳舞啊！神经病，好开心啊！好疯狂，你们就很狂哎，你们。那说好要找就要找，录影存证哦哈，找蚁人当新雅女生部分的 dancer， 女生部分的 dancer， 大家敬请期待一下，我们会好好练这些，他会抹油上台，你放心。抹油哪里抹油？